一次我给他递水杯的时候，台阶那里一踩下来，地上有水，就滑倒了。他就问我为什么会滑倒，我说路上地上有水太滑了，在以后只要有台阶或者有水的地方，他都会提醒我。看到孩子这么懂事，我心里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想付出最大的努力，想让我们孩子以后受到好的教育，我们一家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。只要我们内心足够坚定，我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。我选择为人母，我有信心养好我的孩子。残疾人也是人，有生命，有生机，就有无限的可能。它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啊，多看看自己拥有的，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一个残疾人，拥有一个踏实的老公，可爱的孩子，还有爱我的父母，善良的公婆，当然是幸福的。